那是1994年10月7日来到民间的吼大坑村吼，我们这位大哥，你贵姓大名？我姓陈，啊，陈兆斌。好，陈大哥你好，来到你的地园吼，会当甲你问吼，你这个地园是啥物品种的？乌龙品种吼，会当问大哥吼，你这边的地区吼，这区吼，偌大？这区叫做分三区。啊，种偌久啊？种四年。四年哦，拄啊上用的时阵呢，会当问大哥哦，平常时啊照顾这个地吼，拢有咧有困害，搁有病害嘛。啊，平常时啊，敢是拢用农药、困药来照顾？对，啊，阮遮乌龙较困病较严重。安尼哦。阮遮算高温啦，吼、嗯，啊，高湿度足悬啦。好。啊，所以讲乌龙就阮遮真无好顾，啊，一般咧用啊吼，药也较伤，尤其困药也较伤。安尼哦，啊，偌久喷一次呢？嘛是正常。嗯。整个拢差不多有用三遍药啊，所以啦，一水甲一水安尼，中间拢三遍药啊。啊，若冬地有阵用到4遍。哦，啊，时间较长。啊，今年这摆用到这摆加2遍。2遍咯、哦。啊，我有用2遍，咱那个海环保植物元素嘛，吼，因为你以前就爱用农药来照顾嘛。会当问吼大哥，咩原因，何就想要尝试一个新的物件？你甲咱讲一下好无？啊，都。看张大哥迄个片，啊，看了感觉讲，我试看了，啊，我今年就是收地种了较慢，像讲冬地，然后若要参加比赛，毋知会有无，啊，所以咪观看较早，啊，结果用较早。安尼哦，本来是生长较慢。行，你若无，若正常的话啊吼，整片种起来，甲即摆是差不多拄拄半个，啊，即摆已经拢有开叶啊嘛。所以讲，伊的生长期会缩较短。哦，你要促进你的生长发育啦，嗯、本来想要袂富啊吼。啊，我这环境，我这算北南平吼。嗯。若到秋天、冬天来，会较冷啊。北风、食风啊，我这下晡才2点外就日都晒袂着啊。哈。2点外就日都晒袂着。以前遮就是生长比北区的时阵较慢。较慢，阮遮地形遮会较慢。哦，啊，即届用了时，你有感觉？就是有进步，就是讲这个芋仔提早起来吼、嗯，这就是顺不出来。芋仔嘛看清气性啦，啊看先。第一张看起来清气性安尼吼，会当问大哥吼、嗯，因为你咧喷的时阵喷完物件，你敢有洗规个拢洗到胶纹安尼？胶掉吼，因为吼，洗到较清气的内面吼，来甲大哥看吼，伊的脏脚平常时咧照顾是较会清气，内面嘛无啥物病虫害，也无啥物臭味啦，你只袂歹啦，吼、嗯、啊洗到有胶纹有进步。大哥有继续用啦吼，我这另外北区嘛，哦北区要用啊啦吼，试一区啦，有感觉。我这北区的是较老化期啊，啊有了咧打机啊，想要无听啊。啊，这准备当时要采地。对啦，要放还佫17-18天。17-18天吼。100通100斤左右就地大。地大吼，啊今年吼麻烦陈大哥，甲安尼观察一下，看有产量有提升无？哎，大哥我问来，你有感觉是讲吼，即马营养有出来？你会感觉伊个地，迄个感觉？我就是收地时阵吼，风台唔吼，啊，即地许拢会定点嘛。哦。啊，即摆即水洗了就拢无。有病害吼。啊，即摆拢无去啊。哦。即摆系清气性嘛。哦，清气性本来有病害。啊，就定点啊，较有气，啊，即摆就袂啊。哦，袂啊，安尼吼有进步，安尼病害也无较减，安尼有进步，安尼继续用。好，啊麻烦陈大哥哈，用心一下啊。好，啊刚用好，到时候保安尼就好。